去工作实习真系好有用，除咗进一步巩固同提升专业技能，仲大大改善咗我嘅演讲技巧同表达能力。参加玩具设计比赛，俾我有机会同业界翘楚见面，了解行业对产品设计嘅要求，得到咗好大嘅启发。去幼稚园实习，俾我认识到幼儿教育嘅实际情况，亦都加强咗我投身幼儿教育嘅决心。感谢 JP Morgan 赞助嘅明日专才培育计划，俾我有机会喺真实工作环境中参与精神健康领域嘅数据分析工作。好荣幸可以喺彭程慈善基金杰出玩具设计奖学金比赛得奖，我会善用呢笔奖学金继续进修。感谢李明泽黄耀碧慈善基金颁发嘅优秀企业实习奖，等我可以减少兼职时数，专注喺学习方面。多谢你哋认同我哋嘅实习表现同努力。